你不觉得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？嗯，他进来之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早餐店。对，但是他是傍晚五点才开，嗯，然后开到凌晨两点。可是我觉得这样非常贴心，因为呢不用为了他早起。也是，因为他是虽然不要早起，可五点想要排队，五点就都没有了。就好像在排五月天演唱会票一样。各位，早餐店居然有变鸭？怎么可能 ？Oh my god！ 这个鸭是每天限量的，对不对？卖完限量的，哎呦，限量的，太夸张了啦！太夸张，羞喊嘛！早上吃天鸭，如何你觉得这个鸭？肉很嫩。嗯，他也不会说久咬不烂，就是我这个戴牙套的人都可以把它吞下去。哦，对，戴牙套都有办法咀嚼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啊，太棒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东西非常特别，就是你全台湾只有在这边才吃得到的片鸭蛋饼。片鸭蛋饼。片鸭蛋饼。它很豪华哎，富豪版。你们看它的那个侧面，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鸭饼？就是我们在吃的一鸭三吃的鸭饼，就是有加那个甜面酱，还有加那个 对，而且老板说他是有两个酱，我知道是辣的，你那是不辣的。哇，它这个加酱很特别，嗯，我没有烤鸭配上蒜蓉酱过哎，嗯，然后里面超辣的，无敌辣的，真的假的啦？因为刚咬下去的，它刚开始加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甜甜，你会以为它蒜蓉酱，可是。它入到你喉咙的时候，那个辣的味道就来了，后劲整个来了。对，它就感觉在你的喉咙叭叭叭叭喳喳喳喳喳的感觉。跟你要咬下去的时候，它那肉，它的那个鸭肉的那个香气，就很像我们在吃那个宜兰的鸭嗓的那种感觉，它那种香气在里面。而且呢，还有鸭皮跟鸭肉中间还有那个鸭的脂肪跟那个油脂，咬下去的时候呢，它外面的饼皮就是煎的有点恰恰的感觉，再加蛋香，好吃。猴子那个嘞，因为它门口它就贴了很大的六个字，它就写油条尾鱼沙拉。油条尾鱼沙拉，看起来好美。我们直接用手好了，这我觉得可以直接用手。很像那种寿司店的那种东西。对，很像在旋转寿司。哎，交杯。这么浪漫。真的好吃哎。哇，好好吃哦。非常清脆的油条当媒介，然后呢，他把那个鲔鱼沙拉铺在上面，而且咔嚓咔嚓，而且它是拌起来，那油条就不会太油，对，很清爽，对，很搭哎，真的灵魂都来了，好吃。吃一口那个，哇，哎，我觉得老板真的是非常有美食的创意，可以跟老板聊聊吗？老板聊聊，这个是怎么样结合出来的东西呢？朋友有卖烤，然后我们。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哦啊，这个嘞，这个好不错吃啊，这个好厉害哦，怎么这样做？然后剩太多？不是，反正你自己吃一吃，然后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吃起来发现还不错。哦，然后就把鲔鱼罐头上面鲔鱼酱这样弄一弄，对，就这样出来了。对。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沙拉调和的那个比例蛮好的。对，那是我们自己做的沙拉酱。哦。哎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的馒头也有包那个鸭片鸭在里面。看一下。哇。还有荷包蛋在里面。很丰盛哎。好酷哦。然后呢，他们这边有个那烧饼也是。嗯。烧饼夹鸭肉，然后还有一个荷包蛋。小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的。好。哇！酥脆，哇哇哇，好像秋天的落叶。它吃的都饼香、蛋香跟鸭香都充分的融合在里面，而且这烧饼吃起来超脆的。哦，很厉害。嗯，那个鸭肉真的是像刚刚那个关关说的，超嫩。咬没几下就直接入喉了，对，它不会咬，对不对？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想不想来挑战了？想。老板，你们今天鸭肉够不够我们吃啊？够哈，确定耶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挑战什么。现在呢，目前呢，我们的桌上呢，总共有20盘的蛋饼，每一盘蛋饼呢有2份，所以呢，现场我们眼球看到的是40份。你们现在目前要指定方式跟关卡 bonus。你们可以来选择你们要不要用。那关卡 bonus 我先讲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关卡呢，这些20盘里面呢，总共有8盘下面是空的，嗯，所以你有可能吃到空包蛋。那你们如果要 bonus 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挑3盘空的没有景点的拿起来。哦，好，那当然要选择要不要，要指定帮吃的请举手，要 bonus 请举手。耶，好，全数通过 bonus， OK， 那我们这边 bonus 呢就是3盘。好，拿掉3盘。要拿掉3盘，好，拿掉3盘。泰山家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。
3, 2, 1，开始挑战，加油！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目前吃看起来最麻烦吃的，因为它有一定的干的程度，对，因为然后还要压扁。因为刚刚汉堡其实都还蛮湿润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各位观众，你们有办法想象吗？我们大胃王，三位大胃王要吃掉将近40份的蛋饼，吃完还有可能会心情变差，因为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好烦哦。而且就算他有东西，他还要知道，例如说彩虹眷村在哪一区？请问谁知道啊？那我问你，你知道七旗是在哪一区吗？我只知道很贵而已。那我问你，流川在哪一区？我没有听过，你没有听过，还是好难哦。小慧，一盘完食。小慧背后是什么？捷运自然科学捷运站，是在中区、南屯区、西区、西屯、北区、清水区。相信我，好是北区，北区好，好北区。小林哥，好 OK， 我们最后再一起公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继续吃，继续。好，当然，小林哥也吃完了。好，来，小林哥吃到什么区呢？来，我们给镜头看一下。他不会知道他吃到什么区哦。中商圈，哪一区？我忘记了。哪一区？在地人。他应该是在西区哦。西区吗？好，西区。爱丽丝也吃完了。鳌峰山吗？鳌峰山，请问在哪一区？鳌峰山我连听都没听过，你要我给他一点提示好了。好，提示。鳌峰山里面最有名的是清水公园。呀。讲得非常清水，清水公园，清水区，哎呦，有道理，确定吗？我好像对这个地方有印象，他好像还有看夜景。他突然知道了，好奇怪。因为他很近啊，我们要往南啊。现在目前时间7分30秒。哇，蒜蓉酱非常咸香，然后带有很重的蒜味。嗯，我觉得它就是蒜味，不管跟任何肉搭起来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嗯，因为它现在讲的话，我们就闻到大量的蒜味。对，对啊，正所谓吃肉不加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哇哇，他还准备一些金句来，金句王。但这一句好像讲很多次。